好久没玩打怪了，呜呼，全植物，看起运气还不错。怎么有点不对劲了？等一下，该不会出了僵尸怪，是泰拳植物怪了吧 ？What？这好家伙，还真是！来自粉丝投稿 ID， 教你们一招让卡片不消失。一个手选着一个植物，另一只手点那些闪烁的植物卡片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消失了。回归正题，就这么一个境外巨人，那不随随便便的打。我勒个豆，我要打脸了！哎，真是！